好像和我们去市场带小孩子去买鱼放生哈，给他们看到杀鱼的过程好吗哈？啊，当然不好了。不好啊，我还以为可以帮助他以后不敢造杀业了。什么？你看见他杀生？他就好像那个小贩在杀鱼的过程，给他们看会影响心理什么吗？啊，你给他看什么照片啊？啊，就是看我们去市场买鱼放生，他们不是有些小贩就会杀鱼过程给他看到好不好？啊，给自己孩子看到啊？啊，就是说小孩子啦。你说好不啦？我是想到说给他们看到，他们以后就不敢烧杀业哦，不要讲鱼很痛，要流血，给他讲会这样杀。哎，你真聪明，你要告诉他。告诉他偶然告诉他就可以了，用不着给他看的，不好的。这种杀业进入意识当中，对他孩子心灵不好的。哦，这样啊。啊，你不开玩笑，一点智慧都没有啊！哎。对对，是我要练多点心。